金钟鸟这首乐曲呢，是刘管乐先生啊创作于这个50年代末。乐曲以热情欢快的旋律，以悲鸟和鸣的这个姿声啊，表现了这个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的景象。全曲共分三段，第一段、第三段呢，旋律富有民间音乐的特色，活泼而轻巧。第二段呢，是模拟鸟叫，可以呢自由发挥。那么70年代的初呢，赵松霆先生和我演奏这段鸟叫呢，全部是运用了排笛演奏，以丰富鸟叫的这个色彩性和增强这个鸟叫的艺术性，并且呢，有些地方呢使用了拉管笛，更突出了北鸟争鸣的气氛。那么演奏上呢，第一段呢引子是8小节。前4小节呢速度呢明快，这个舵音呢要有力，后4小节的这个力音呢要干脆，比如这个舵音要有力，或者这个上力音呢要干脆。那么第9小节开始呢，旋律呢就要明快活泼灵活，那么运用呢这个舵音、力音、颤音，那么使乐曲之间的强弱对比呢要明显。这个整个就是说，用一些小的装饰音来认识旋律，使这个旋律呢更加明快活泼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模拟鸟叫呢可以自由。那么现在的定谱呢，这个分位呢是百灵鸟、相思鸟、布谷鸟、杜鹃鸟，还有呢知鸟，就是蝉，这个鸟叫。那么演奏的时候呢，可以灵活运用，根据这个自己的处理，这个模拟呀鸟叫可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定谱上的这个百灵鸟先介绍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说从上至下。还有一种呢，百灵鸟是从下而至上。这是一种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相思鸟叫，这个在南方呢特别普遍，有一对一搭的这个感觉。这是相思鸟。那么第三种呢是布谷鸟，布谷鸟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也就是单吐音跟这个手指的这个装饰音的结合。第四种呢，这个是第五种了，这个是杜鹃鸟。杜鹃鸟呢是加花式音跟手指的结合啊，还有吐音的结合。还有呢知鸟了，知鸟就是蝉叫，蝉叫就是用花式音这就是知鸟。那么乐队的伴奏呢，随着这个鸟叫的变化呢，强弱处理呢要明显。这个第三段呢是主题的展现，也就是这个演奏的要求呢与第一段相同的，情绪上呢要求呢更加热烈要明快，那个表现出呢百鸟争鸣的这个热烈的场面。
这个《和平鸽》这首乐曲呢，演奏的第一段的，表现出呢未来的天空啊，充满着鸽子急促的这个振翅声。那么在演奏上呢，这个首先呢运用了这个二三孔的这个虚指颤音的交替演奏。在手指上要灵活。那么第十一小节开始呢，也就是主题这个出现了，那么就需要用快速的连音这个颤音和循环换气的技巧的结合。那么描绘出呢，就是天空中啊鸽子自由的这个飞翔这个景色。那么第二半呢是竖琴的慢板，竖琴的慢板呢描绘出鸽子阔阔的展开两翼，而又 好像呢毫不动弹踏实的在照着老鹰般那种平稳的自在的这个飞翔着。那么第三段呢是舞蹈般的节奏，描绘出呢这个鸽子啊在天空啊就是很自在的飞翔，这个游戏着，同时呢也抒发着这个人们啊向往和平建设美好家园的这个之情。那么旋律呢优美而富有歌唱性。第四段呢也就是主题的再现，描绘出呢鸽子时而像雪球似的落了下来，时而呢像箭一般的射了上去。那么这个技巧的运用呢，就是结合呢就是立音和连续的这个飞子音啊等技巧的运用。就是说从两个 F 然后呢渐渐到三个 piano 这个处理，就是这个要有这个过程。那么表现出呢整群鸽子呢这个在悬在呢广漠的天空里啊，就是越来越小，在空中呢就是隐迈不见了。下面呢我介绍这个南派笛子大师赵崇廷先生。赵崇廷先生的演奏呢音色嘹亮豪放厚实，既有浓郁的物质音乐的色彩，又有南派典雅华丽的风格，同时呢他又吸收了北派这个笛曲当中的这个刚劲粗犷这个的气质，形成了这个柔中有刚，刚柔并济的这个艺术风格。那么他在50年代创作的早晨啊，就把这个南北笛曲的精华汇聚于这个笛曲中，并呢吸收了这个唢呐的循环换气方法，扩大了呢笛子的表现力。那么他的代表作品有357早晨，这个采茶忙等。那么下面呢就请欣赏这个早晨这首乐曲。